可以吗？好，陈慧珍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认识你真好，认识你真好。恭喜你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采薇小组的陈逸萱姐妹，邀请圣泉区雅会小组的陈正川弟兄做预备。陈一轩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恭喜你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好，恭喜一轩。好，第三位是这个雅会小组的陈正川弟兄，要请永郎做预备。陈正川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恭喜你，心脏。恭喜正川，安宁学中分区的进城小组的郑永郎弟兄，邀请谢尚如弟兄做预备。郑永郎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主啊，认识你真好，认识你真好，只愿分分秒秒在你慈爱的怀抱。好，社青信如小组的谢尚如弟兄，邀请洪瑞做预备。谢尚如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认识你真好，恭喜你，认识你真好。罗宏瑞弟兄，要请嘉玲做预备。罗宏瑞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姐妹，请嘉佑做预备。许嘉玲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主啊，认识你真好，认识你真好。是学生牧区扣样小组的洪嘉佑弟兄，姐妹，对不起，
洪嘉佑，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主啊，认识你真好，认识你真好，祝愿分分秒秒在你之爱怀抱。好，恭喜嘉佑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，我们要请天佑牧师带我们做祝福的祷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起立领受神的祝福。来，我们一起起立。主啊，